的心呀烙在荡漾荡漾，把那些问号变成惊叹号。这位同学来了，还不给我统统压起来！14日晚间8点多，咱们抓到35岁宅男女神，正开着185万元起的 BMW 休旅车，在台北市民大道上龙溜连。看着车尾灯的小编不禁疑惑了起来。去年艾欣雅接下《同学来了》主持棒，影视各3期，喜剧代言不断，真的萌萌的。只是啊，这6年来，艾欣雅始终小孤独处，绯闻的干涸程度堪比日月潭，也差点让小编记忆体搁浅了。哎，这就来强制活络一下。那我们就上网查安欣雅渣男新闻，就跑出叠字一个男，就是最近的叠字男新闻。谁呀？叠字啊，叠字演艺圈的。我查查看好了。大家知道但大家不敢说。查到查到查到，对了。我跟他的关系比较是还在处于认识的阶段而已。如果你们分手之后不能当朋友的话，那你现在两个就不会站在一起。什么？没有，我错了，终于承认了。是谁的心啊，孤单的留下。总之，欣雅这个绝缘体，如果想要滋润滋润，坠入爱河就得先懂得自救。但这个草食系打扮，不说还以为你今天吃素嘞。But 随性的安欣雅最 real， 虽然没有战服加持，女神还是胖胖乐开了。勇敢追梦，勇敢追梦。追着女神的百万坐骑来到中山区金华酒店巷内，有人先着地了，但是这怕我们 let it go。 来，目光左移，放在驾驶夹缝中求生存的部分吼。哎呀，拍碎低哭安欣雅的身法热，头过身就过，稳妥懂了。下了车呢，他们一前一后走进一旁的2楼名牌二手店，李组长眉头一皱，好像有哪里不对劲呢，让咱们再靠近一点看。呀呀呀呀呀，哦呀呀呀呀，哎呀，还没等到月老系上红线，安欣雅直接来个红线违停，可说是简单暴力呀。在店内东挑西选，物色二手名牌商品，两人只看不买，挂机挂了1个小时，才又两手空空重新出现镜头里，带着友人继续游车河的行程，再次恭送女神小心慢行，祝福转角遇到爱哟。可是这转角就是工作啊，这转角就是宣传，然后转角又是唱片，转角就会遇到经纪人吧。追求者吧。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会教学？我会啊，我会教学的呀，我都 OK 啊，我都已经没了，我还挑。这日子都没有太扯。真的没有，我也觉得蛮扯的。